我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袁莎，欢迎来到 iCan Music 古筝课堂，也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古筝，分享音乐。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古筝的基本技法，还有许多好听的古筝乐曲。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购买古筝。包含古筝在内的我们的中国乐器不如西洋乐那么昂贵，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都是可以承受的。那么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呢，我想古筝的价位大概在2000元左右，就非常满足我们的入门使用了。当然，古筝它的价位伸缩性很大，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的都有。对于我们入门初学来说，我认为选择1-2千元的，完全可以满足使用。当然，它的音色达不到那么高品质的这个标准。对于我们专业的学习者来说，包括现在的像中央音乐学院这些学生啊，包括我的一些平常教学使用的一些古筝，那么我想在6-7千元甚至到10000元左右的古筝呢，它其实在音色上在品质上已经达到非常专业的标准了啊，但是可能它的装饰性啊这些没有那么的奢华，所以这个级别呢大概在6-7千元到1万元到20000元左右啊，就可以满足我们的专业演奏和学习的需要了。那么再有呢，从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呢，我想作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士，或者甚至作为一些有收藏爱好的朋友啊，用来选购。那么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在音色上和专业演奏筝它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别。那么主要在一些琴头、琴尾，甚至在一些琴码的这些装饰上面，比如说象牙呀，啊，包括玉石啊，它进行了一些非常华丽的一些修饰。那么自然而然这个琴的价位也就相对昂贵一些，所以这个当中我想它的价位的伸缩性呢相对也就比较大了。那么越好的越昂贵的古筝呢，我想它的木质就越好，比如说像紫檀木，比如说像老红木啊等等。总体来说呢，无论从初学者还是爱好者还是收藏者，那么购买一台古筝呢，尽量选择有品牌的、有知名度的啊、有售后服务的这样一些厂家，这样将来对于我们的品质啊，还有之后的一些服务都是比较有保障的。从我个人角度呢，我比较偏好素色一点的，朴素一点的这样的风格的古筝，因为太过于复杂的花哨的装饰呢，我觉得和我们整体的传统文化的气质和风格不是特别相符。当然，这属于我个人的审美，也根据大家的喜好而定。好，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琴架，琴架在购买时候尽量打开，把琴架好啊，自己试一试，尽量的能够不摇晃，摆放的比较平稳的比较理想。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购买古筝的假指甲。那么对于专业的演奏者来说呢，最多的主要是使用玳瑁这个材质。当然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像塑料的材质，还有一些人工玳瑁啊，还有像叫赛璐璐一种透明的材质，还有像牛角啊，这样的一些材质，对于你非常正规化的去学习古筝来说，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一个呢，从音色角度考虑，还有一个从使用寿命上考虑，都没有玳瑁那么全面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一步到位的话，我们就在初学的时候购买这个玳瑁材质的古筝假指甲。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形状。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有三种形状的假指甲，一种就是像我装戴的这个假指甲，它的两面，我们看到它的侧面啊，它的两面都是平面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买到这样的新的指甲的时候就无所谓正反了，你就比较一下，挑选特别光滑的一面呢，作为我们的弹奏的一面啊，然后你觉得有一些瑕疵的一面呢，用来装戴在这个手指甲上啊，因为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他可能也考虑到有一面是不用的，所以没有打磨的那么光滑啊，所以稍稍比较一下就可以了。一定要选择特别光滑的一面呢，用来演奏，另外一面贴着指肚戴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一面是带弧度的啊，有一种指甲我们的另有一面弧度，一面是平面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选择了啊，你买到这种指甲必须用带弧形的一面用来演奏，然后平面的这一面呢是贴着我们的指肚啊装戴起来。好，第三种呢就是两面啊，这样的双面它都是弧形的。好，这种情况下和两面都平面的情况相同，你购买到以后呢，简单进行一个选择，你感觉到哪一面更为光滑，就用那一面用来演奏啊，然后呢将另外一面贴着指肚戴。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两面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你一旦用了这一面演奏，不要因为换胶布的时候又不小心弄反了啊，然后下一次又用另外一面进行演奏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你长期练习的不是一面，这样的话这一面经常出现一种比较涩的不太光滑的这样的音色啊，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自己用来弹奏的这一面，尽管每次换胶布啊，那么每次还是要把它固定下来，这样的通过我们练习啊演奏啊，这一面呢就能磨合的特别光滑圆润了啊，然后弹奏的时候音色就会非常好听。好，这是我们的假指甲的材质。那么第三点是购买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古筝假指甲的厚度。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如果这个假指甲两面都是平面的，我们从侧面来看差不多就是一毫米这样的厚度啊，一个毫米这样的厚度。如果一面是弧线的，我们从侧面看差不多，在它最鼓的位置差不多就是两个毫米的厚度。好，如果两面都是弧度的，我们从侧面看，在最鼓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差不多也就是三个毫米的厚度啊。所以总体来说，这几种材质、这几种形制的这个假指甲呢，一到三毫米不等，从这个最薄到最厚，各有利弊。特别薄的假指甲呢，弹奏起来音色特别尖，特别的飘。啊，特别厚的假指甲呢，音色又会比较闷，比较哑，所以中间这个尺度呢，最好能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帮助挑选是最为理想的。还有一个自己简单的进行检测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呢，主要是防止假指甲过于薄了啊。那么当你拿到一个假指甲之后呢，你捏住假指甲的两端，好，然后上下啊进行弯曲一下。当你发现这个假指甲完全可以被弯曲成一个弧度的时候，那么我想这个假指甲就不要购买了，它的材质就过于薄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鉴定你的假指甲不要过薄的一个办法。最后呢，我想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经验，那么也就是对于学习者，特别是将来成为专业的演奏者来说呢，一定要有一副备用的假指甲。啊，那么将来在外地演出啊，或者自己出来旅行的时候，以防万一，这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我所谓的一副指甲呢，主要是要包含双手的啊，就是右手四个指甲，左手四个指甲。如果这样子我们称为一副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两副啊，另外一副呢作为备用。因为现在的乐曲其实丢了假指甲之后，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演奏了啊，所以备用一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假指甲，我希望大家能够将它永久的使用下去，不要频繁的更换我们常用的这副假指甲。因为也许我们看到一副新买到的假指甲，它打磨的非常光滑，但是当我们去尝试着去弹奏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在触弦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出来呲呲呲的一种涩涩的这个杂音。这个杂音是任何先进的打磨机器都是去不掉的。那靠什么方式来避免呢？就是我们不断长期的练习和弹奏。所以我们经过自己常年的学习弹琴所打磨出来的这种光滑的假指甲，是任何高级的机器都替代不了的。
经过这样子磨合的假指甲，如果你把它丢掉了或者更换掉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不建议大家频繁的更换我们的假指甲。那么就像我来说，我自己这副指甲我可能已经用了20年之久了，尽管它已经有瑕疵了，但是我是不会轻易的更换掉啊，因为它通过这么多年的磨合呢，我在弹奏时呢，能够随心所欲的得出我想要的任意一种音色，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好，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准确地摆放我们古筝的琴码，以及调准我们的音高。好，我们在第一节课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古筝有21根琴弦，那么同时也有21个琴码。我们最细的一根琴弦为一号琴弦，就是一弦。我们最粗的琴弦为21号琴弦，也就是21弦。好，那么相应的我们的第一个琴码也就被称为第一号琴码，最粗的琴弦的琴码被称为21号琴码。这样的话呢，我们以此类推，我们1234567八一直到21根琴弦，一直到第21号琴码啊，都是相对应的。那么在摆放的时候，我们注意几个最重要的位置啊，几根最重要的琴弦。首先它们是一弦，然后是21弦。好，这两个比较容易记住，其他还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琴弦，分别是谁呢？非常容易记住，就是我们的四根绿色的琴弦。我希望大家能够分辨出啊，我们四根绿色的琴弦。好，也就是在摆放的时候，我们要将这样的几个位置固定准确了之后，其他的琴弦啊，那么就比较简单的做一些相应平均的摆放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介绍过古筝的各部位名称，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架起的这个位置被称为古筝的前梁。好，那么我们所对照的依据就是这个前梁。第一个琴码与前梁的位置，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个小尺子测量一下，那么应该是15公分，也就是15厘米。好，这个是相对最佳的一个长度。接下来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根琴弦，也就是21根琴弦。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依据的就不是前梁了，而是和它遥相呼应的后梁。好，同样的位置，后梁。后梁距离我们的第21号琴码差不多是37公分啊，37厘米。所以请大家用尺子啊准确测量一下。好，我说了这两个位置非常重要，这两个基本上固定了我们琴码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位置。好，接下来四个同样重要的琴弦就是四根绿色的琴弦。我们先来看第一根，请大家记住第一节课带着大家认了一下弦，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中间任意一根琴弦猜测它的这个弦号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还要从头一根一根一根数到这根琴弦，而是用绿色的琴弦作为推算的依据。它们分别是什么呢？三弦、八弦、13弦和18弦。那么也就是说，当老师在讲课当中提到这根琴弦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知道了它是14弦，因为挨着它的这根绿色琴弦是13弦。所以有时候当老师提到这根琴弦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知道啊，它是20弦啊，因为我们是用绿色的琴弦进行推算的。所以请大家记住，绿色的琴弦最细的是三弦，其次是八弦，再其次是13弦，再其次是18弦。好，那这四根琴弦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三弦的琴码和前梁的间距应该是21厘米，21公分。接下来八弦的琴码与前梁的距离应该是33厘米啊，33公分。好，再接下来13弦和前梁的距离差不多是49公分啊，49厘米。好，最后是18弦的琴码与前梁的距离，好，差不多是52厘米。当然这个也不是说要做到绝对的精确，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大致的一个距离。如果能够按照这个距离摆放的话，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最佳音色啊，因为特别是初学者完全对音色没有概念啊，所以琴码的摆放如果差距很大的话，我们的琴呢就不能发出最佳的音色。好，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距离。其实大家记住就是六个点啊，一弦、二十一弦，好，剩下就是四根绿色的琴弦。把这几个弦定位定好了之后，剩下的琴码大家会发现我这个摆放起来非常整齐啊，相对来说它的间距不会差距太大。但是会发现总体来说呢，我们的高音区呢琴弦越细呢间距呢相对就小一些，琴弦越粗呢我们的琴码的间距呢就略微会变得大一些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规律。总体来说避免琴码摆放完之后呢啊歪歪斜斜，甚至呢有的琴码和琴码之间这样子挤在一起啊，这种情况呢已经不仅仅是不美观的问题了，而是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音跑弦了，不准了，最后你连微调的余地都没有了，因为你两根琴码两个琴码死死的挨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是在调音的时候要极力避免的。好，那为了得出啊最佳的音色，又能够呈现一个最整齐美观的一个外形啊，所以最好的摆放方式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较为平均的摆放。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琴码的一个准确摆放。接下来呢，当我们把古筝、琴码都摆放就绪了以后，我们就面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了，就是古筝的调音啊，也就是我们的定弦。那我想我们初学者呢，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还没有能够具备一个准确的音高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调音工具，那就是调音器。好，一起来看一下。现在非常先进啊，我们已经有了古筝配套的调音器，所以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询问一下能够配备一个古筝配套的调音器啊，是最方便的。调音器现在我们也是有两种，有的就是一个独立的调音器，那么这种调音器虽然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它的一个弊端就是当很多台古筝或者很多乐器在一起调音的时候，它就会受到干扰啊，无法捕捉到这台古筝的这个音高，所以最好买一个带插头的，那么它能够加在我们的琴体上面。好，最后它得到的就是我们这台古筝的这个音高。好，这是要注意的。那么我们把这个调音器打开之后，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这个上面啊显示出很多的标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仔细一点。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了，古筝最初我们现在一直到学到比较高的程度为止，我们一直用的是D调定弦啊，最后到了很专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不一样的调。那么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搞清楚我们很多转调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就记住一个概念，我们目前的定弦就是D调的概念。啊，就大家就记住这个D调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调音我们一定要都在D调的一个概念当中。那么我们就在模式这一档当中选择我们的一个D调的这个概念啊。另外呢，就是下面要选择一个自动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英文啊，是自动的意思。好，选择好就把它确定在这个页面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找到我们古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调音的音高，就是我们的八弦。啊，八弦我们在认弦的时候已经记住了，这根弦是八弦，是我们的嗦。好，但是在调音器当中它不出现嗦啊、咪啊、拉啊，它出现的是字母，所以八弦，并且这根弦所代表的字母是 A。好，所以你记住 A 也可以，你记住八弦也可以，它同时出现在调音器上，所以你一定要让它，当你弹奏的时候出现的是八这个数字的时候，说明你这个音啊差不多是准的。为什么说差不多是准的呢？因为它还有第二个让你更加准确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它有一个像这个钟的这个时钟的这个时针一样的这么一个显示。这个显示呢让你这个八弦呢虽然差不多在八弦音高上面，但是它还会有一些微调的这个余地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音偏低了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这个指针呢就偏向了左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调弦的工具，这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好，我们把这个扳手啊插在这个旋轴上面。好，
当我这个指针指向左边，提示我这个音就是低了。大家一定记住啊，指针指向左边的时候，提示我这个音低了。低了的话，我就要顺时针方向拧动这个弦轴。好啊，然后最后我又发现我拧多了，这个指针呢又倾向于右边了。当这个指针倾向于右边的时候，说明我这个音呢偏高了。好，记住，我这个指针偏左边的时候偏低了，这个指针偏右边的时候偏高了。只有当指针正正的立在正中间的时候啊，说明这个音准了。那么更直白的一种方式就是，它偏左边的时候，左边的红灯亮了，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调音器。当我偏右边的时候，我右边的红灯亮了，所以你看到左边的红灯亮了就低了，看到右边的红灯亮了就是高了。一定要能够让这个指针正正的立在那里，并且呢显示是绿灯亮了，这个时候你的八弦，你的 A 这个音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好，以此类推，那我想我们还是核心的四个音，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刚才定好了是八弦这根绿色的琴弦，剩下我们所有的绿色琴弦的这个音高都是这个 SO 这个音高，我们都要先把它做好一个调音。好，接下来就是这个绿色的琴弦就是三弦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一弹这根琴弦，它就显示出一个三的弦号。好，三的弦号，但是它显示右边的这个红灯亮了，也就是说我这个音高了。好，那么我就降下来一些。好，降多了以后，发现左边的这个红灯又亮了，那么我又降多了，我又要回去一些。好，所以在最后的这个调试当中，你的力度要把握得非常非常仔细啊，因为它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小的。总体来说，你想升高的话就是顺时针方向，你想降低的话就是逆时针方向啊。所以拧这个弦轴要注意，要升高是顺时针，要降低是逆时针方向。那么最后我们还是将四根绿色的琴弦啊定得非常准。好，所以三的时候它显示三和 A， 八弦的时候它显示是八和 A， 好，十三弦的时候它显示一个十三和 A， 好，十八弦的时候它显示十八和 A， 好，这个调音器是非常非常准确和敏感的。好，那么这几根弦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从头检查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是D调定弦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几个基本字母，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这实际上五个基本字母就是我们的哆来咪嗦拉啊，哆来咪嗦拉。最开始我们在十弦的时候，我们记住的就是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拉，哇，我们不同高度的哆来咪嗦拉。所以通过调音呢，我们还要回到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的概念当中。这五个音分别所代表的字母，我们要把它记住，这样的话就方便，非常方便我们调音器的这个使用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定要记住，它在调音器当中显示的是 D。 好， Re 记住在调音器当中显示的是 E。 好， Mi 记住在调音器当中显示的是升 F， 一个升号，像一个井字一样的，和 F 叫升 F。 好， So 在调音器当中显示的是 A。 好， La 在调音器当中显示的是D。 好，没有啦，最后的都还是 D 啊，一直在这样循环当中，所以实际上就是不会逃出这五个字母，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能把这五个字母记住的话，那么循环的在我们的调音器当中就出现这五个字母，分别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些音。那么你说那么多字母不都一样吗？是的，那么它之前还有一个弦的序号的提示啊，所以你说都是 A， 四个 A 的情况下，它有三 A，八 A， 十三 A， 十八 A， 所以要通过序号来区分不同高度的这个 A 弦啊，或者不同高度的其他的弦啊，所以这几个要素都非常重要啊，你都能够在调音器当中准确的啊能记住它们就可以了。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简单的我带着大家啊过一下。首先，第一根琴弦是哆啊，我们第一节课就是哆拉嗦咪瑞，正过来上弦是哆来咪嗦拉哆，好，那么下弦是哆
拉嗦咪来哆，这个定弦要反反复复记住它。好，这个时候看着调弦器，一弦是哆，出现了一和 D 啊，出现了一和 D。那么我刚才说了，在微调的时候，你觉得右边的绿灯亮了就降低一点，你觉得左边的绿灯亮了就升高一点。好，然后呢，一定要等到中间这个指针指在正中间的时候，绿灯亮的时候，你这个音才是准确的。好，那么同时要记住，偏低的时候，我们的扳手插在弦轴上，顺时针方向拧紧；偏高的时候啊，同样扳手插在弦轴上，逆时针方向放松。啊，都是进行非常微小的这个调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刚才第一弦呈现的是 D 的字母，好，二弦 B， 三弦 A， 四弦升 F， 五弦 E， 六弦 D， 七弦 B。A 九升 F 十啊，这指的是弦啊，十弦第十弦 E 十一弦 D 十二弦 B 十三弦 A 十四弦升 F 十五弦 E。十六弦 D， 十七弦 B， 十八弦 A， 十九弦升 F， 二十弦 E， 好，二十一弦 D， 好，这是所有的琴弦。那么，如果大家一开始不熟练的话啊，可以根据我刚才的这个给大家念的这一遍序号啊，那么熟悉一下所有的字母，还有所有的序号。那么我想熟练的掌握调音器的运用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初学者呢确实在一开始不没有我们准确的音高啊，因为没有音高概念，所以当你一个大致的做了调试，其实有很多不准的音在里面的时候，你在这个练琴过程当中，你的耳朵其实受到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练琴环境下，你永远不可能建立非常准确的音高概念，所以前期我们古筝的音高的调试必须要做到非常准确。那么你在边学习边演奏，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一直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良好的训练啊，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听觉的这个环境，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呢，你慢慢就培养起一个准确的音高概念了。所以调音器，借助调音器的调音前期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脱离调音器自己就能准确的调音了啊，这点大家慢慢的一定会感受到。当自己在单独的练习演奏的时候，你发现你能调准了以后，我们确实就可以不用调音器了。但是当你再跨过这个阶段进入更高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古筝和很多古筝就很多乐器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像我们会经常演出的时候，现在几台古筝在一起，或古筝和钢琴在一起，甚至将来当你和交响乐在一起配合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回我们的调音器。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很准了，最后你发现两台古筝它如果达不到完全的这个统一的时候，那么在一起配合的时候，那个音高上还是不舒服的。所以最终两件以上的乐器在一起配合的时候，只有借助调音器才能够达到像机器一样的这个准确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从入学入门开始，我们就能够熟练的使用我们的调音器。接下来看一下，当我们的琴弦出现破损甚至断弦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更换我们的琴弦。好，一般情况下一台琴使用了很长时间之后，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生锈的现象啊，或者说你认为这个琴弦声音不够明亮了，我希望更换一下琴弦，甚至呢这个弦断了，那么我们都需要更换我们的琴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更换我们的琴弦。好，打开我们的琴头的这个盒子，拿起扳手，把我们需要更换的这个琴弦先拆下来。如果说这根琴弦已经断了，那么它可能只剩一部分在这个位置了啊，那么我们也需要
把它给拆下来。那么我们的扳手呢，对准我们要拆卸的这个弦轴插进去。好，逆时针方向，逆时针方向，也就是让它越来越松啊，让这根弦线越来越松，直至我们能把它取下来。好，我们开始松了啊，逆时针方向一圈一圈的松掉它，松到你看到它是最后一圈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很松了，我们的手就可以把它给抽出来了。好，看到我们琴弦就成功的抽出来了。抽出来之后呢，好，这儿弦轴先不要动它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要把那边的弦取出来，所以我们还要把琴盒盖回去。那么为了能够看得清楚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琴立起来，大家看一下啊，立在这个两个琴架上面，不用担心，它是可以立得很稳的。好，稍稍扶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来到我们琴尾的音孔当中。这个是让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底板上有三个发音的音孔，那么最后一个音孔还起到了穿弦轴的作用，所以大家就在这个位置将手伸进去，把我们旧的琴弦取出来。好，你丢掉也可以啊，收起来也可以啊。这个时候我们更换的是八号琴弦，它是绿色的啊，所以你取出一根新的绿色的八号琴弦，打开它之后啊，我们还从相应的这个弦孔当中把它穿进去。好，穿进去之后，好，拉过来，好，拉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把琴放回原位，打开我们的琴盒，还从相应的弦孔，也就是八号弦孔，一定要从这里先插进去啊。这里有几个相应的弦孔，一一的都要对上，从这个孔先插进去。拉的相对紧一些啊，好，然后再从我们的弦轴当中对准这个孔再穿进去，还是要拉紧。好，拉紧之后呢，它很长，这个弦头很长，我们就开始一圈一圈的自己先用手大致的粗略的缠在我们的弦轴上。好，这是大致的缠在这个弦轴上面。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要使用我们的扳手了，这个力量就比较大了。好，扳手同样一圈一圈，这个时候刚才我们是逆时针方向松掉它，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顺时针方向拧紧它了。好，一圈一圈的拧紧它。好，在拧的比较紧还没有特别紧的时候，好，要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八号的琴码，好，还把它摆放准确的位置上。好，在比较松的情况下先把琴码架好啊，现在琴弦很松，你先把琴码放好了。好，然后就开始调试我们准确的音高了，持续的往顺时针方向拧啊，这个现在缠的不是很牢，应该一圈一圈的把它都缠进去啊。好，然后边调，这个时候有一定的紧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边调试边听，辨别它的音高了。好，还比较松啊。发现它有一个大致的一个音高了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轻轻的拽动一下琴弦，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假的一个准确音高，也就是说，当我稍稍的对它施加一些压力的时候，这个琴弦又低了，哎，就又跑弦了，也就是它不稳定，所以要反复通过自己的按压啊或者提拉，最后呢，让这个琴弦不断的适应啊现在的这个张力。好，这个时候我按压了之后，我发现又低了。我继续按压啊，右手可以稍稍拽一拽琴弦，左手呢啊，就像左手揉弦一样，使劲的按压一下琴弦，它又低了。好，差不多，我再按压几次，还低了。好，继续啊，通过反复的按压调试，最后呢，这个音呢就比较稳定的啊，能够得出准确的音高了。
好，如果一次性换了很多的新的琴弦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这台琴不可以马上上台演出，好，或者参加一些重要的这个表演，因为它的音高不稳定，所以换了琴弦的琴一定要通过一段时间不断的练习啊，不断的稳定它的音高啊，才可以使用它。